我连爸妈也是没有那么为难。小小的时候没有看到他，所以比较被人家鼓励比较多。他帮我，人家让我把他喂大了，我们家不长，欺负我了。你们做什么工的？做长工。然后你呢？他不可以做工，那来这边，真婆呢，那人婆呢，破了就完了。所以你们两个就相依为命。 做了新加坡就去中风，哥哥呢？我是阿明妹妹，后来你们能讲到了中风病，同一年，啊，过了一年，那年一年不得出来，我才去做工，还做中风。你会不会很感激这首你身边还有一个哥哥？啊，我有感激他，他帮忙我，他帮忙你，帮忙我嘛，有片。 帮忙我洗澡，还放给我吃。你觉得照顾他是理所当然的？对呀。他还是我的弟弟吗？我跟他说，我们中风要一定要疼他，开一点点。打开了。他来敲门的。阿三门，问我。 你要去运动吗？我说我要，我说没有钱了，没有钱可以啊。我说可以啊，我知啊。嗯，你很开心，他们敲门来找你去做 exercise？ 我喜欢，因为啊，我不运动我不会动啊，就我的这个很辛苦。嗯，我一定要运动，要努力。嗯，要。 好一点，不要再，体谅，幸福。是的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好，加油。OK。您的捐助将能帮助到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，请拨打出现在荧光幕上的电话号码。谢谢。全心献爱心，温情满师承，您可以为社会带来正能量。 所筹募到的全数善款将直接捐给总统慈善挑战的受益人。总统星光慈善2017，12月10日星期天7:30，5频道现场直播。